我觉得首先心态好，因为现在确实跟樊振东打，我觉得是自己最没有压力的一个对手。因为跟樊振东打，两个人都是中国队，能够拿中国队拿到这块金牌，我觉得这是首先应该值得肯定的。我们两个都是做到自己在单打当中表现最好，会师决赛。当然还有一项团体赛，我希望我樊振东包括许昕能，我们三个人能够齐心合力把团体再为中国队拿下来。在这次比赛当中充分看出马龙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，另外在落后的时候没有看出他的气力，在胜利的时候没有看到他的骄傲，说明一个优秀员的综合的素质和良好的品质。马龙太棒了，你就是我们的骄傲，你就是我们的自豪，你是家乡人的自豪。